别人的吹蜡烛挑战，我们的吹蜡烛挑战。关一下，赶紧过来，啊，灭了，快点！现在还没开始就灭了一堆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个火这太麻烦了，刚才不小心搞灭了一下，怎么点都点不着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就先这样了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先吸吸来。很郁闷，那你吹吧，你吹吧，再吹一遍啊，再吹一遍。啊，算了，我们这个方案不要了，我们再改一个方案，重来，失败。第二天，好，现在已经到第二天了，我们这个要调整一下，这个昨天的拍的时候失败了，我们就调两行吧，怎么样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失败。因为呢，它这个中间这些灭的话，点火点不到，没有那么长的那个给它点火，而且它很快就烧完了。你看，它还没开始呢，就已经该要烧完了。看，我们又弄好了，现在呢有多少压岁钱，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压岁钱有多少啊？一毛、五毛、一块、五块、五块、十块、十块、二十、二十、一百、一百，这里是一百、两百，这里是三百啊。看一下你吹到哪里的话，哪里的钱就属于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西西的肺活量怎么样，一二三开始啊。哇，挺牛的呀，但是还是到这里灭掉了。你这里灭了，但是你这里没灭，就只这里灭了呀，只能算到这里。嗯，好。七十一块六毛，这是西西的红包压岁钱。好，这是你的压岁钱，让你快高长大啊，今年考到好成绩，好吧？好，这次呢，轮到我们的乐乐同学啦。乐乐同学，看看你能吹多少，拿多少的零花钱。前面这些就是你的，六十七十，哎，跟乐西西是一样的，太可惜了，我们吹了两轮，他们两个一张红色的都没有拿到，这次我们来看爸爸看能不能吹到红色的，他开始发功了，我一派气功。那我们摆一下，看到哪里了？那边那个灭了怎么办？你这个灭了不算呀，你这个都没灭呀。对呀，你这个没灭呀。我也这么坑的啊？哪咋灭就拿到哪里了？就是这么坑，这坑这个公平。怎么你们吹的全部都是一样的价钱，都是这么多？都是吹到那个零钱。对，一张一百红色的都没有。好啦，这次轮到我啦，你们个个都。怎么样啊？这次我肯定要拿到那个红色的。哇，我又发疯了！一块鸡毛暂时使出，能吹到哪里呢？随着镜头一起看。油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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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，成功拿下了！厉害，赚毛利，是不是？作弊？怎么叫作弊呢？我哪有作弊？是啊，那你那个人都到那个蜡烛了，你的我这样也这样，我们那个那么远，谁让你不会往前轻一点呢？对不对？不管，反正我是有两张一百的，吹到两张一百的，这么多全都是我的啦！啊，这是我的啦，你们明年再努力拿我的压岁钱，好吧？怎么，好像不太服气的样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作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大家觉得我有作弊吗？我觉得我绝对是没有作弊的，是不是？是我没有说不可以往前倾。嗯，就这样啦。